萝卜汤，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巧克力？你有证据吗？就乱说。就是你吃的，你赔我。本来我的巧克力就是比你少，你还要吃我的？我就没吃。你个大坏蛋！我还是两个。来来来来，那就打我！打呀！居然打我孙子，皮痒了是吧？老大，这蘑菇都偷吃了我的巧克力还不承认啊！打孙子，说了，这小霸王都是我大孙子，巧克力而已，吃就吃了。王奶奶，你是非不分，我要去告诉宋美姨。我的女儿当然是向着我了。你当年他打我，他偷吃我的巧克力不承认。王奶奶不仅不批评他，还袒护他。我没有偷吃。啊！你干嘛？这是我最喜欢的钢笔侠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猪头。最心爱的玩具被弄坏了，你心痛。这巧克力也是大家最喜欢吃的。现在你知道他的感受了吧？姨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大牙，我不该偷吃你的巧克力。没关系的，这是饼。哇，饿什么呀？答应了，你是为了报复我吗？回来啦，王奶奶，你们回来了，我给你们看了。奶奶，看见几壶吗？对对，特意给你买的。谢谢王奶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准备的。不用了，我们不渴。奶奶，你们喝吧，喝了对你们身体好。老东西，还喝？快救救奶奶！你这个魔鬼！蘑菇头，你干嘛呀？蘑菇头，你又在欺负他呀？不是的，你是大人要害我和奶奶。不，我没呀。在嘴里下了药，再药了我的小老公啊！哎呀，你在嘴里下药了？咦，我没有。咦，你问他有什么用？人证物证都在，不能放过他。什么下药啊？我是看蘑菇头和王奶奶最近感冒，给他们泡了感冒药。那你为什么不直说，还要强迫我喝？奶奶，你忘了吗？你自己说你最讨厌喝药了。不信，我喝给你们看。妈，你自己闻，确实是感冒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奶奶冤枉你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关心奶奶的身体。王奶奶，你就带我一起去吧。我们一家人去旅游，你又不是我们家人，跟着瞎凑什么热闹？就是，冬梅姨是我亲姨，你只是寄宿的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可是我已经连续做了一个月的家务活了。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一玩。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，待会儿你冬梅姨回来了，不说是你自己不想去，你这小嘴儿可别跟我说错话喽。奶奶，我也想出去旅游，我保证会听你们的话的，你们就带我去吧。不能叫她奶奶，她是我一个人奶奶，有本事去找你亲妈呀。当初是谁信誓旦旦和我说等大家来了会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的？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这么看待的。像你们这么心狠的人，我就不该相信你们。这机票我就是撕了也不会留给你们的。走，大爷，这次旅游我只带你一个人。我大孙子最喜欢吃蘑菇了。不是啊，不敢吃了，会飞。危险，蘑菇头。有好多小鸟，好多鱼呀、啊！你快下来，哪有鸟啊？你拉我，我飞不起来了。
不是你推的我大孙子，不是我，那是你从桌上跳下来的。你胡说，没事趴桌子上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回来他就在桌上。奶奶，我们先把他扶起来吧。姑娘，你家好心啊，你干嘛上奶奶？不是的，是他自己摔下来的，他还说他有翅膀会飞。这个蘑菇是哪来的？这是我昨天在路边采的，是蘑菇。啊，你糊涂啊，路边的蘑菇不能采，他就是吃了这个蘑菇才产生幻觉的，认为它不会飞，还爬到桌子上才会摔下来。别说了，咱们赶快带蘑菇头去医院吧。哎呀，别做家务了，快来休息休息。蘑菇头去做。哦，好，这是奶奶特意为你做的。尝尝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？嗯，好好吃，谢谢王奶奶。可奶奶不用客气，宝贝，还想吃什么？让姨姨去给你买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再去给大家买点好吃的。姨，宝贝，别洗那姨姨的钱，让她去吧。吃什么吃？一点眼力劲都没有，赶紧去干活。难不成还真让我大孙子干啊？你王奶奶，为什么不和你妈妈去国外？你赖在我们家不走？是冬梅姨心疼我妈妈工作忙，主动说要照顾我的。走，给我犟嘴！今天必须给我离开小卖部。等你冬梅姨回来，我就说是你自己要走的。王奶奶，你别赶我走，你赶我走了，我就要落入街头了。在家你们就是这么对大丫的。冬梅，你咋突然回来了？你听我解释。别解释了，家确实有人要离开，不过不是大丫，而是你们。冬梅，乡下生活太苦了，我不想回乡下。冬梅姨，你别赶王奶奶，是我不该来这里给你们添麻烦，我不该王奶奶。哎呀，大丫总是那么善良，我应该听大丫的，还是应该把我妈赶回乡下呢？蘑菇头，冬梅姨说我们出来玩要喷驱虫水。女孩子就是矫情，我才不怕虫子呢。哎呀，你还是喷点吧，被虫子咬了就麻烦了。我才不怕呢，让虫子来咬我呀。我大孙子真棒，不像你那么讲究。真有虫子啊，看我不拍死你。不能拍，这好像不是普通的虫子，是隐翅虫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这小虫子啊长得跟蚂蚁一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拍死就行了。妈，姨，蘑菇头手上有个隐翅虫，蘑菇头和王奶奶想拍死他。什么？隐翅虫可不能拍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虫子，它体内含有大量酸性液体，如果你拍打它会导致液体分泌感染皮肤，会出现红肿气泡，非常危险。那我该咋办呀姨？你只需要轻轻把它吹跑就行了。谢谢姨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而是大丫。谢谢大丫，刚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不怪你，我帮你喷点驱虫液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好呀。嘿嘿嘿嘿。爸，你还好呀？冬梅姨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没事。蘑菇头，我今天去学校。门口考题多，还欺负同学，我就叫你还欺负大丫，是不是欠收拾？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大丫了。我走回去写作业。大丫这个死丫头，又害我被冬梅姨骂。
今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把你绑起来。没关系的，蘑菇头，你下次别这样就可以了。咦，我再也不会了，这是奶奶给我买的可乐，送给你喝。真的给我喝吗？那你快喝。嗯，我梅姨在外面种地很辛苦了，我送给你喝。哎，你问我了吧，这杯可乐给你喝。哎呀，乖乖真懂事。大爷，你怎么把酱油倒在可乐瓶子里啊？咦，我没有，这个可乐是蘑菇头给我的。蘑菇头？也不是我，这可乐是大爷给你的。你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吗？奶奶，你喝的这是什么？好喝吗？当然好喝。哎呀，恨不得每天喝上一点儿。肯定没我的饮料好喝。你的饮料哪有奶奶这个等劲儿啊？哦。啊！我又是你，我乖孙子，喝一口怎么了？我吃什么你都要管，烦死了。奶奶，你喝的是酒，蘑菇头是小孩子，不能喝酒。奶奶，我要喝。行。尝一口，奶奶，你要是给他喝，我就告诉冬梅姨，冬梅姨肯定会送你回老家的。不喝就不喝，太危险。要喝，我要喝，大爷就说想喝才不让我喝的。乖，来喝你的饮料。Later。嘿嘿嘿。我不疼，你喝酒啦？大爷。我好像飘起来了。啊！那死丫头，是不是你推的蘑菇头？奶奶，不是我。就你一个，哭的还自己摔的吗？口干酒味儿啊！妈，你又喝酒。蘑菇头，你怎么趴地上？咦，蘑菇头喝了王奶奶的酒。什么？妈，你怎么能给蘑菇头喝酒？我没错，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要少喝酒。你还怂了蘑菇头喝，小孩子喝就是很危险的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你再也不许喝酒了。大爷，你帮我监督王奶奶，送蘑菇头去医院。好的，冬梅姨。也是，别噎着，厨房里还有菜，好香啊！干什么干？我不快洗碗了。哦，大爷，想不想吃大猪蹄呀、啊？行，哎呦，让你洗个碗，怎么把我碗摔碎了？这么重要？奶奶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奶奶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嫉妒我有助理，他没有，故意摔碗泄愤呢。没有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哎，让他赔钱，没有钱，让他检查记录换钱赔。好主意。我大孙子真聪明，还在这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啊！谁孩子这么可怜啊？大丫，你怎么在这翻垃圾啊？咦，我把家里碗摔碎了，我奶奶让我赔。什么？你这手咋破了？咦，我没事，这是我捡碗的时候弄破了。不捡了，跟姨回家。啊！你这么热的天，你居然让大爷在外面捡垃圾？是大爷把碗摔碎了，我们才不就是一个碗吗？大爷妈妈给的生活费都能买这十个小卖部了，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狠？没用的，哪样不是靠大爷妈妈的生活费？你们也给我出去捡垃圾，帮他帮他漂亮。
姨，我不想去原谅你，我不认识。大爷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是啊，我该不该让他们去捡垃圾呀、啊？我不想打架。感冒怎么还没好呢？小丫，你能把你的棒冰给我吃一口吗？没有。啊！哎、啊，有。要吃，我就要吃。哎呦，哎呦，肚子痛，头也好痛啊！萝卜头，你还好吧？奶奶，萝卜头吃了冰棍，他肚子疼。他感冒了，谁让你给他吃冰棍的？这死丫头是不是看不得我大肚子疼？奶奶，不是我。谁打的？我错了，是这样吗？咦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蘑菇头自己从我手里抢的，我已经吃一锅，才不能吃呢。咦，我好难受啊！蘑菇头，你感冒了还要吃冰的？本来只要吃药，现在姨必须要带你去医院打针。我不想打针。蘑菇头，你看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新版六八水箱。妈，你居然也有那个水箱，我奶奶也给我买的。那我们去商量把水箱当做债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快走吧。我作业正好写完了，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吗？和我们一起玩，要有水箱，你有吗？对呀，先给我们看看你的水箱。这是我的水枪、啊、就这个老古董也跟着我们一起玩这么漂亮的水枪也好拿出来丢现眼，你玩一下，我没有，你能跟我玩呀？你们太过分了，我们去玩喽。啊，大丫，干嘛？小丫和蘑菇头不带我玩水箱，还把我的水箱给摔烂了。大丫不哭，和姨回去，姨给你一个惊喜。嗯，啥惊喜啊，姨？这是你妈特意从国外空运给你的书包水箱，全球限量款哦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喜欢吧？快背上试试。真的好好玩呀！哦，哎呀，这是你的水枪吗？看起来好酷啊！对啊，这是我妈妈从国外空运给我的限量版书包水枪。哇哦！书包水箱吗？哎呀，我可以用我在路上捡的小水箱换你的书包水箱。啊！我留给你一个好朋友。可是我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。嗯，哎呀，我听你们的，我到底合不合他话？骨头，这是奶奶刚买的西瓜，快吃，据说可甜了，我都没舍得吃。奶奶，你对我可真好。我也想吃西瓜。你也想吃是吧？你吃这个。啊？可是这是骨头吃剩的。爱吃不吃。不给你又非要，给了又不吃，真叫！我吃我吃。蘑菇头，不要被人西瓜皮，不小心踩到的话会摔倒的。是我家又不是你家，你管我呀？我就要丢。奶奶，我还要吃西瓜。哦，乖孙子，还再去给你拿呢。王奶奶，大爷，都怪你端的西瓜皮，害我奶奶都摔倒了。摔到哪了，奶奶？我用的假惺惺的，不是我用的西瓜皮。怎么了，妈？你怎么摔倒了？都没有，大
呀，嫌我给他吃的西瓜太少，就故意扔西瓜皮害我摔倒。爷爷，是蘑菇头扔的。是大爷干的。啊，是大爷。我亲眼看见的。爷，你相信我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粉丝宝宝们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蘑菇头，大鸭那死孩子呢？被冻了一件举跑腿了。那你来，这是我晚上跳舞要穿的真丝裙，你帮我洗了。我不干。嘿，你这孩子，别坏我事儿，给你五块。哇，奶奶你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怎么抽不掉啊？哎，有了。怎么还是抽不掉啊？哎。干脆把这块脏的给剪了吧，嘿嘿，这样就看不见了。蘑菇头，你干什么呢？大牙，你看你干的好事。我怎么啦？你等着，我奶奶回来肯定饶不了你。大牙，你这个吃白食的，弄坏我这么珍贵的裙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奶奶，我什么时候弄坏你的裙子啦？你少在那给我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蒜了！蘑菇头都跟我说了。奶奶，是这条裙子吗？快给我拿来！嗯，这裙子不是好好的吗？蘑菇头，嘿嘿，还好我们能提前缝了起来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明明是我亲手给他剪坏的。奶奶，你看，就在这里。我的裙子！蘑菇头，你看我不好好教训你。奶奶，明明是大家的错。你们说，到底是谁的错？看到别人在犯错误，大家都懂了吗？懂了。嗯。继续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老师，这里这里，小梅，我没有懂哎。这一题。难道大家都听懂了吗？只有我一个小笨蛋听不懂吗？没事，那我再讲一遍就行了。谢谢王老师专门为我小梅一个人讲题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全班最独一无二的那个人了。行，这一题就讲到这啊，我们看下一题。下一题是选择题，你们有问题吗？老师，这题我不会。我也不懂。这一题对你们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。这一题确实有点超纲了。那我仔细的给你们分析一下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难道只有我小梅一个人会吗？哎，小梅总是这样。哎，烦死了！每次小梅跟我都要跟大家一致的时候，故意显得自己不同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课都上不完了。你们别急，下节是徐老师的课，有好戏可以看了。卷末，我们这节课讲相似的试卷，都把卷子拿上来。没问题。没有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。徐老师，小梅，我有问题。哎，又来了。好的，除了王小梅一个人，其他人有没有问题？怎么办？又只有我小梅一个小笨蛋不会哎，难道我又成了那个独一无二、与众不同、独树一帜的那个人吗？所以你更应该反省自己，为什么其他人都会，就你不会？难道别人脑子里是肉，你脑子里是水吗？我，你什么你？别在这儿给我搞特殊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不简单，你都不会，给我写个一千字检讨，说说我平时上课的时候你在干嘛？志杰，你这是接什么报哎？大牙的床铺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动手能力很棒哦。还好住校前冬梅你教了我很多生活技巧。冬梅，不是我说你，孩子就该娇生惯养一点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让你带着小公主来培养。我妈妈说了，小公主是不用带任何家务的，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还是要知道的，我们大人总有不能陪在孩子身边的时候。你这话就不对，我们家小梅只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就行。可是小梅的成绩也没有多好啊，她经常考年级前三。怎么回事？长得猴子似的，说话也不中听。你妈，你过分了，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人身攻击呢？我妈妈说的明明都是实话。妈，我好多同学都去吃牛排了，我也要去餐厅吃牛排。好，等妈妈帮你洗完衣服就立刻带宝贝去哈。冬梅，要不要带上你家大爷一起啊？我不用去，冬梅一自己就会做牛排，味道做的不比五星级餐厅差。毕竟不是亲生的，妈妈是要花钱的。梅姨虽然不是我妈妈，但是她会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假期带我出去玩，睡前给我讲故事。阿姨，如果你再这么说冬梅姨，并且攻击我室友的话，请你出去。说两句着急了，小梅，咱不看看一般电视哈。嗯。
你这一天，你脸很痛的样子，铁牛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救救小梅啊？小哥，对了，上官傲人和大丫旁门弟在刷漆，你们注意别走那边啊。好的，王老师。嗯，昨天晚上玩蛋仔派对玩到半夜。小梅，我肚子疼，能让我出去一下吗？哎呀，别吵我睡觉。不好意思，喵喵。蘑菇头，现在是下课时间，你吵不吵？下课不吵，难道上课吵？那也不能吵，能看到本公主在睡觉吗？哦，谁叫你熬夜玩蛋仔派对的？哼！圣魔后尘，下节课英语老师要抽背，这个单词怎么读啊？熊猫 panda， panda panda panda。啊、你们吵不吵呀？浩辰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蘑菇头，都怪你。太严重了。算了，忍一忍，风平浪静。小梅，我进去一下。嗯。班长，进去吧。谢谢浩辰同学。同学们，把英语书拿出来啊。哎，小梅发生过呢。哎呀，大丫，别拉他！你看我这脸。小梅，小梅，天天吵，天天吵，把教室当自己家，出去吵行不行？王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小龙，雅克布。你能遇到上官浩辰这样的神仙后中，你再看坐我后面的蘑菇头，简直很眼看。我觉得没什么呀，你没发现上官浩辰对你很热衷吗？你下课睡觉的时候，他还帮你挡阳光。嗯？嗯？滚啊！你干嘛呀，浩辰？就因为大家睡觉，你就没有？我只是觉得外面太阳太晒，不利于大家学习而已。哎呀，还是好困啊！喝了呢。果然清醒了不少哎。喝多喝点，现在走华静等于商城点击喝酒方搜索润滑剂，9.9包邮喝春茶，或点网评论自动接听活动页领取。浩辰，我也想喝。下次吧，果茶也没有了。哦。小气鬼，你说上官浩辰是不是神仙后中啊？我还真的没注意过，不过我的手流血了，哪个同学有？给，谢谢你，浩辰同学。恰好我用不着啊。对了，这个百变秀的变装绘本，你不是一直想？哇，这个百变秀好齐全，我还有很多粉丝都喜欢这个的。他们也想要的话，像我一样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行了。卷子都拿到了吧？有哪题不会举手问我？怎么办？第二题就不会。可是要是举手问王老师的话，肯定很丢人。老师，我第二题不会。你上官浩辰，第二题不会？你可是天才学霸。麻烦老师再讲一遍吧。行吧，那我讲一下第二题啊，仔细听啊。你难道没发现上官浩辰那些操作？完全没发现。可蘑菇头也挺好的呀。那如果让你选蘑菇头和上官浩辰坐你后面，你选谁？嗯。拿来吧你！哎呀，哼，跟我小梅公主抢衣服，你还嫩了点。打呀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好痛。什么？你的手断了？这可不得了啊。那可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那能怎么办？只能让冬梅姨带她去医院了。你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，你随便赔个大几万医药费就行了。啊，这么多，我妈妈肯定会骂死我的。其实不赔也行，但是大丫养伤的这段时间你可得好好照顾她咯。好呀好呀，你可千万不能告状哦。大丫，我请你喝牛奶。可是我想喝热的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帮你热。我还想吃苹果。好的，大丫姐姐，我马上去拿。记得削皮切块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大丫，你的手。哦，冬梅姨，
是小梅不小心弄伤的啊，看起来有点严重，还是先赶紧去医院吧。冬梅姨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都快好了。哦，那不然你给大家跳一个那个听我说谢谢你，我就不追究了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嗯，正好蘑菇头来了，我让他跟我打配合。